我们来到的是人民解放军二十集团军新兵训练营。在这支被称为百旅之杰的野战王牌军里，我们几个也会变成像他们一样的真正男子汉的。右后转，好，停，站下看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大家的新兵班长王金武，今年下士第五年。他曾经参加过雀山前锋2013B和跨越2014朱若河 C 军事演习等重大演习任务。王班长，到。2015年度新兵，应到六人，吃到六人，交给你了。是。新兵一班。哎呦。杜海涛。到，这儿，好嘞。啊，有名字。旁边，在这儿。是，是是啊，名在这儿就是上铺是吧？对。找到各自床铺，而后行李人员站到床前，对正各自床铺。王宝强、袁弘为各自的排头，向左向右看，真。向前看。排进。我叫王金武，籍贯黑龙江省虎林市，是你们的新兵班长。新兵连期间，将由我与大家共同生活训练。在部队生活上、训练上有什么不懂的，可以向我请教，我也会毫无保留的教给大家。袁弘，在班长讲话中不要乱动。下面首先从袁弘开始做自我介绍，大家相互认一下。啊，大家好，我这可以动哈。啊，大家好，我叫袁弘，那个我是82年生的人，然后我不需要照那么多，姓名、年龄、籍贯。大家好，我叫袁弘，武汉人。出生于1982年8月23号。下一名。大家好，我叫刘浩然，97年出生，今年17岁，籍贯是河南平顶山。下一名。大家好，我叫张丰毅，1956年出生，籍贯云南。不要笑。王宝强，把嘴闭上。做一个自我介绍很好笑吗？下一名，杜海涛。大家好，我叫杜海涛，我是1987年生的，我是沈阳的。下一名。大家好，我是郭晓东，1974年12月18，我来自山东。下一名。大家好，我叫王宝强，今年30出头。那个。大家好，我叫王宝强。很好笑吗？来到这里是来野营的吗？大家好，我叫王宝强，今年30出头，籍贯是河北省邢台市南河夹松镇大河塔村。下面大家各自相互熟悉一下，熟悉一下我们的环境，熟悉一下人员。开始。开门透透气。这个。大家都熟悉熟悉，出头。我快三十了。你好，我跟你一样。下面把各自床边的凳子
取出来，而后摆在面前，开始。床边凳啊，摆在线这个线以前。啊，你这。好，谢谢。虽然外面天气比较寒冷，但是来到部队还让大家感到部队的温暖。下面也是部队的传统，新兵入营以后洗个热水脸，好吧，开始。洗洗手，洗洗脸，试一试水温。是有点烫，我刚才试了，有点烫，真有点烫。啊，这也太烫了，烫一些。太烫。啊。不要有那么多苛刻的条件，最主要是让你感觉到温暖，知道吗？水是热的，不是冰凉的。还是宝强懂得多呀。谢谢班长，真温暖。啊，热水脸也洗过了，部队的温暖也感受到了。下面，我们开始换军装，三分钟限时，开始。三。那是得把裤子脱了吧？你们就套裤子吗？不许说相声。你作为一个三十出头的人，宝强。我都三十头屁了。那你说出头？妈，你骗谁呢？海涛那袜子，粉红系列。几个？现在有几个动？快！尤其是你杜海涛，快，我看一下。说过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，你们自己看看用了多长时间。来到部队，不要乱动。刘浩然，刘浩然。点到，名字要达到，声音要洪亮。刘浩然到。刘浩然到。再一次给大家重申一遍，来到部队以后，我们的时间观念你要非常明确。我不希望下一次再给大家明确的时间、明确的任务完成不了。军人就要雷厉风行，懂就快点，抓紧时间。袁弘和郭晓东，给你们三十秒，把脸上的胡子给我刮掉。三十。开始，二十九，二十八。我这个刮胡刀是不是电动？是手动的，它得有水。郭晓东，给你三十秒，你跟我来，拿你的所有工具。幸好没留胡子。快快快，别说了。有这儿没热水？没有热水。啊。不是，你要教官，这个你知道这种胡子很粗很硬的人，刮胡子这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，因为你试就知道肯定会出血，真的，他得用热水先让他胡子先软，所以为什么我要泡沫要水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故意提无理要求，你知道刮胡子都得用那种毛巾，热毛巾敷吗？啊啊。真的快疼死了！啊啊啊！我以前一直觉得刮胡子是一件很优雅的事情。要刮得很干净吗？没，差不多就要很干净。我没镜子看不见。我就是你的镜子。我会告诉你哪里没有刮干净的。不要笑，
换了军装，就是把你对地方的眷恋、对家的想念，随着你这一层地方的衣服全部要退掉。把你们所有人的旅行箱、个人的物资拿到你的身前，开始。是是，五秒钟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放到地上，一个箱子一列摆好摆齐，旅行箱打开，一会儿将会有教官过来进行点验。点烟的目的，小心立正，教官同志，一排一班正在准备点烟，请指示。小心是小心。王金武到。刚才整理物资为什么这么慢？干什么呢？有时间观念吗你？有。知道该怎么做不知道？知道。下面我们开始清点违禁物品。袁弘到。把这拿出来，充电线。所有的充电线。对，快点放到这儿，放到地上。这是什么？胃药。你有胃病吗？常备。胃药。胃药。咖啡。你动什么动？把这个包，这是什么？要这干什么？停！要这干什么？锻炼身体，这样对人体的尾椎骨有保护。你很讲究吗？对骨骼有保护。你很讲究吗？对。妈！军人该讲究的时候要讲究，不该讲究的时候不能讲究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放到那边。报告。快点放。吃的打开。吃的。这一个。哪个？这个。哦，这个泡沫轴是锻炼。这是什么？贴伤口用的。主要是你动什么动？你看我干什么？不能看吗？教官那年纪估计跟您小孩差不多，那你教官训你？他敢训我吗？报告，我没这个没讲过。教官在说话的时候不允许有任何乱动。不是，我是看他，我就看他拿什么东西。错了没有？错了。快速把自己的行李包给我合上，外面只留我们日常的生活用品。开始行动。必用的是什么？他说让把日常的东西放出来，是放哪？包里。什么？放哪个包里？书包里吗？放哪个包啊？我书包里放不下。上头那个直接被端。马上进行停四制。教官同志，一排一班带到现场，请指示。
讲一下。我叫谢天，我在新兵连期间将担任大家的教官。杜海涛，到。你看什么地方呢？我讲话的时候，我希望大家眼神注视着我的眼神。教官给我们的感觉，上来就恨不得把我们给吃了，每一个人都给吃掉。训练场就是战场，在这里，你只有服从，绝对服从。我们大家，给我谈一谈你为什么来当兵？主要来看看现在的部队是什么样，体验一下现在的部队的生活。因为从小喜欢枪，听说军队可以真枪实弹打靶，而且马上满18岁了，想把这次军事训练当做自己的成人礼。因为觉得男生当兵很帅，很有男人的感觉。你是男生吗？是。你是男人还是男生？不是。也是。不是男生，是男人。男人。大声点。男人。男人要有男人的样子，是不是清楚？清楚。杜海涛讲。走。平时有的时候都要被女生保护，现在我要不断的强化自己，争取练出6块腹肌。完毕。看你的表现。是。郭晓东。是。你讲。郭晓东，7年文艺兵，7年非现役，特想感受一下野战部队的感觉。王宝强。到。你讲一讲。想穿军装，想摸钢枪，想开坦克，想让自己在生活中不足的地方历练自己，让自己变成一位战士。回答问题之后，我们要扫席。体能测试，首先测试第一项，端腹，两腿并拢伸直，抬起，离地面45度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而后再静止1分钟。杜海涛，到。很难吗？我想完成。有信心没有？有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腿伸直，杜海涛。一、二、杜海涛。如果有人一个人不抬起来，我永远不喊下一个数。我也没有想到说我一上来就会做不了，好像这件事儿不那么容易。哎，可以啊。张丰毅行不行？是。张丰毅老师的年纪其实比我爸爸还大。快点，快点，抬起来。坚持不住，大声喊出来。我觉得就是想做一些基本的体能测试，但是后来问了一下，好像这些就是基本的。下面我们进行第二项体能测试，5×10米往返跑。第一组准备。前进。要快。再快一点。年轻，他热身那么长时间可能够了。像我们可能怕关节什么的，怕受伤，不敢太爆发力的太使劲儿。报告。下两个人就位。前进。不要倒小步骤给王宝强。快点。宝强再快点。宝强。其实有时候就要保持体力。因为我怕练太狠了，明天后天还有更多的这个强化训练。下两个人就位。短头。到。你感觉袁弘能跑过你不能？跑不过。袁弘。到。你想对杜海涛说什么？加油。好，都有了，准备。
前进！快点！就这么短的距离的折返跑，我是真的觉得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。报！快点！报！报！下面公布第二项体能测试成绩，张丰毅到29秒03。是。笑什么笑？为什么笑？30秒以内。杜海涛到。我做每一个东西，我都是奔着合格去的，因为我既然来了的话，我就不希望我当最后一名。杜海涛，30秒10，不合格。还是差那么一点。下面组织休息。啊，哎呦！考虑到你们年龄比较大，我年龄不大，报告。你是哪年的？74年。哦，我才比你大18岁。我还不到18呢。电影界58岁的人，能30秒以内的只有我了。真是。峰毅哥这太厉害，你这太厉害，真的很佩服张丰毅老师。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71、72、73、26、19、20、26、32、37、36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01、102、103、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8、109、110、111、112、113、114、115、116、117、118、119、120、121、122、123、124、125、126、127、128、129、130、131、132、133、134、135、136、137、138、139、140、151、152、153、154、155、156、157、158、159、160、161、162、163、164、165、166、167、168、169、180、181、182、183、184、185、186、187、188、189、190、191、192、193、194、195、196、197、198、199、201、202、203、204、205、206、207、208、209、210、211、212、213、214、215、216、217、218、219、220、221、222、223、224、225、226、227、228、229、230、231、232、233、234、235、236、237、238、239、240、241、242、243、244、245、246
袁弘到。你们这一组出现了什么情况？刚才二十。二六，二七，相互包庇。假如有一天走上战场，你就是带他往枪眼上撞。袁弘，到，知道错了没有？知道。新兵训练在我眼睛里揉不点半点沙子，真是。你们三个不合格。杜海涛伸直，你这什么姿势？是，坚持住！真的感觉像在军训一样。可不是体验生活的，可不是体验。吃苦受累。加强训练，教过的动作让你再来反复很多遍，那种感觉非常不好。都有，起立！哎呀！哎呀！向右看去，向前看，停。报告。最后一点坚持不动，去隔离车。别整。没事没事。要不喝口水啊？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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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吐了？中吗？没事。吐了？没事。吐了？吐了。哎呦，没事，强度太大了，对你来讲。没事，消失一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这不怪你，这强度是很大，确实是大，别硬撑啊。一路，我跟你。可以，把凳子取出来，啊，摆好。不要回到身体就放松懒散。哎呀，后面给我累坏了，我腿疼。你知道我哪儿疼吗？我膝盖疼，多长时间没那么绷直过了，筋拉的疼。飞哥，您确实是跟同龄人来讲，你文艺界没有一个是我的对手的。年龄上是吧？年龄的体能是吧？年龄和体能，年龄的标杆，年龄的体能标杆。你们身上的小习惯还是比较多的。不对，我们懒散惯了。就是你比如刚才在这儿。你们在那说话，我要看你就得必须动头，一动头就错了。我真的感觉
班长就是从侧面看特别像吴亦凡。一个韩国就是鹿晗一样的，就是亚洲挺最应该算是最火一个男团组合里边的。我觉得班长比吴亦凡帅多了吧？对，我只知道王金武是谁，对吗？其实现在我一直比较纳闷的一个问题，我天天这么喊，我过段时间该考试了，我这嗓子，哎，嗓子越喊越亮啊，越喊越亮，我感觉会越喊越哑。那你的方法不对，胸膛顶气，要也就是底气，一定就你不能用丹田啊，用丹田，是丹田。教官，可不可以变成这样？慢慢适应吧。对了，我有一点就是不太就是理解，就是因为感觉现在毕竟还算是和平年代，然后现在很多部队还是在接受很军事化、很正规的训练，是为了什么？这个我还真的不太了解，我好奇很长时间。这个不管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养兵千日，用兵这是老话啊，老话。什么时候？随时。就是你部队的训练水平就决定你的作战能力。1、2、3。你等到真能打仗了，你再训练，什么都晚。要快，快一点。部队常有一句话问你：明天走向战场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要时刻准备。你给我敢冲锋枪，我就敢上战场，写信。你只能随时战争爆发，你随时都要以一个高强战备状态去迎接这个任务。接上级通报，我国边境某地区到底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传来，祖国的领土完整，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。下山战斗，两人。一路跟我来，前面火炮，站位了，站开，杨木，站开点，站开，两人，站开点，两人，扩刀，两人，站位站我一波，站开点。起床，穿衣服，起床了。我们情况快点。我先，抓紧时间，快，我们时间很紧张，马上要去武器了。又可以摸枪喽。尽心这么苦，就为了这一刻。如果说我真的拿到枪的话，会顾及不到身边其他事物的存在，不管说人啊、事情什么的，可能那会儿在我眼里就只有这把枪了。最右侧一路，上楼领枪。1、2、1。就近，我们成一列，就近。我进去的时候，我整个人是愣的，没想到幸福来的这么突然。终于妥枪了。拿到枪以后，不要嬉笑打闹。到了现场以后，拿枪跟平时不一样。教官下了口令之后，再做动作，坚决要杜绝拿着枪四处乱动的。其实，在接触到枪之后，我感觉大家都已经老实了。对，你们说什么是什么，反正只要有枪就好。大家装到枪上，是真弹夹啊，不是道具。部队怎么会有道具？四指握枪背带，拇指伸直顶齐，手轻重，轻重。也是眼药水，还没有激动到哭的地步。教官，所有枪的弹夹都是塑料的吗？95是，95不枪是。正确瞄准姿势呢？当后枪的后坐力一般有多大？弹口。感觉怎么都瞄不上啊，都是抵着牙吧。枪好拆吗？哎，教官，我把枪拆了，你们会打我吗？不要动。起立。讲一下，今天下午是我们第一次接触武器，我们每名同志谈一谈
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和感觉。刘浩然，等，你讲一讲。这枪我认识，九五式自动步枪，口径5.8，代号 QBZ95，95年生产的。完毕。郭晓东，到，你讲一下。第一感觉觉得太轻了，没有想象的那么重。张丰毅，到，比以前轻多了。我觉得不轻啊。到底是轻还是重？我们训练马上见分晓。单手持枪，不要动，其余人枪不要靠到身体上，定型1分钟，挺胸抬头，两眼目视前方。杜海涛，你的枪掉了。很痛苦吗，杜海涛？不痛苦。你不是有的人讲枪轻吗？脱掉，看你们能不能坚持1分钟。还有10秒钟。9、8。黄奕不错，坚持住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袁弘，到，能不能坚持住？能。枪都是你的第一生命，人可以摔倒，不能把枪给我摔掉，记住没有？记住了。记到哪了？记到脑子里了。就他一个人能回答，你们五个呢？我记在心里了。好笑吗？袁弘，到。我本身还想表扬你一下，你笑什么笑呢？大家要时刻给我记着，进入了训练场就如进入了战场，不得有半点代谢。下午摸武器取武器，这不是你们想要的生活吗？袁弘，到，是不是你想要的？是。刘浩然，到，是不是你想要的？是。你上午怎么讲的？我讲，直到我们大家好好训练，刻苦的训练，你们的目标我们会为你实现。接下来我们训练3种举枪姿势，听清口令，身马立正举枪，胸马跪姿举枪，火把火姿举枪，身马立正举枪，火把火姿胸马跪姿，身马立正举枪。袁弘，到，我刚才讲话的时候你都没认真听。你很不屑一顾吗？没有。没有都不要给我表现出来，明白了吗？没有表现。没有表现。矛盾越来越激化，他越来越针对我。你是男生吗？是。你是男人？男人。他是男生不是？也是。为什么要服气？当然不服气，说实话挺不爽的。他就是一匹没有被驯服的野马，让他适应军人的性格。报告。讲。擦鼻涕。擦。5秒钟。3秒。2秒。1秒。停，擦着鼻涕都能把枪变换成那样，你以为你变魔术的呀？敌人不会以为你是新兵而不打你，我不会以为你是新兵我都不练你。听清口令，4种超枪姿势的转换，双手持枪，
李健，举枪，坚枪，杨红，动动动，反应要快，报，手抽筋了，忍着，明白吗？报告，报告，报告，怎么老是你提问题？为了知道下次怎么回答。让你说话了没有，袁弘？没有。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呢？不讲，明白不明白？明白，明白。报告，我那个眼睛里进东西了，需要眼药水。我给你吹一下，别动。嗯。往这边看，对。一二一，好，退一路进，头部走，哎，你们这没有胖子吗？没有胖子吗？你吗？你不是我们这儿的吗？我就说怎么都跟减肥成功了似的。你有减肥成功了？减肥成功的。你会减肥成功的？海涛，你现在多少斤？你现在多少斤？哎呀，100多斤。一百九十九，一百出头，一百出头，不到200出头。好，跟我们了。好，你们去吃吧。反正我不吃了。汤都不要？不用，不用。你来点吧。等等他，看看车。你换这身衣服，你换这身。你晚上会饿的，你不吃？吃不下，我太撑得慌，胃太胀。你晚上真的会饿的，晚上饿了真的没有饭吃。我现在可以出去吗？站着，我坐胀得慌，不舒服，特别不舒服。非常不舒服吗？嗯。我到门口站一站。我陪你去当医务室吧。没事，你先吃吧。嗯，没事，走吧。包啊。不说。不，军。来。哎，怎么班长呢？饭还没吃完呢。好厉害的一个点，那个床眼皮，床眼。急性肠炎是吧？对。吃一滴这个，这是什么药？这个奥美拉可以吃一滴吧。行，好好，谢谢，好好，谢谢鸟金。嗯，你拿着，你再出去休息一会儿。好，谢谢。你快赶紧去吃药啊！说实话，一直很疲惫，我觉得也挺，郭晓东，到，不合格，反应迟钝吗你？啊，没听清楚。确实也挺没脸的，有懊恼，有沮丧。怎么样，感觉？王班长自从知道我身体不舒服，就是不停在关心我，然后带着我去医务室，包括刚才的饺子，是一个非常懂得照顾人、非常细心、懂得体贴人的一个好班长。啊、哦，回来了！你怎么没睡觉啊？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拿凳子坐。拿凳子坐。我现在觉得现在的胀的感觉比刚才要好一些了。诺夫沙星你吃了吗？啊，诺夫沙星。我还没吃呢，我想再过一会儿，不过半个小时以后吗？对，你吃一会儿，你这健胃消食吃完之后你感觉一下。您是手机啊？大手机。挺猛啊，这真是手机啊。这是电话啊，固定电话。你是拿出给我们用的吗？清明入营之后，我给家里面打个电话报个平安，这是部队传统。
起来。对面的朋友，找个老语。结果他三分钟就唱了歌就完。妈，你好。妈是我嘞，你好啥呀？今天晚上是他们让拿电话给家里人打个电话报平安，我还活着。我们这是在班里，每个人现在有两分钟的打电话时间，三分钟，而且是免提。你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以后有什么事就打这个电话就行啊。打不了，打不了。继续，你就打这个电话，但也不一定有人接。没接，真没接。我爸没接。好，好，再见。拜拜。不打了，还剩五十多秒呢。老夫老妻的就报个平安就完了。我看给你们每人三分钟，时间都很充裕啊。我打两个行吗？给太太打一个，妈妈打一个。一人只能有三分钟。那太太一个，妈妈一个，肯定。那就看嘛，谁重要嘛？是妈妈重要还是老婆重要？我这一个病号，你们就可怜可怜我行吗？每人放我两秒钟。喂。喂，亲爱的。啊，真的是你打的？啊。免提啊，大家都在啊，都听着呢。我跟你讲啊，不能胡说八道，是免提，大伙都听得见啊。啊，你今天怎么样啊？累不累啊？不累，都挺好的啊，亲爱的，你放心吧。儿子乖吗？乖的。哦，好，那个每人只有三分钟，亲爱的。怎么样？你吃饭了吗？吃了。那这边冷不冷啊？不冷，挺好的，还发衣服呢。真的啊？是没跟他讲给肠胃不舒服的事儿，他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干着急，别让他担心了。没有没有，啊，你说，你妈打一个电话。啊，你说怎么了？嗯，我很想你。我也是啊，哎，这免提，亲爱的，免提。我晚上都没有睡着觉。免提。全听见了。时间、哦、时间你那个对我时间到了，那你给我妈打个电话吧，我就不给打了，因为只有三分钟哈，打不了了哈。啊，好，你想着我。嗯，好好好好好。啊，郭尔东啊。谁？停，哎，你这时间人说不行了，不能说了，拜拜啊。别动手了，你看超时多久。哎呦，哎，东哥，哎，东哥，这是热恋呢。哦，热恋着，你这媳妇不错呀。哎呦，宝强，你四十五秒过去了。喂，你问。哎，老婆，我。你怎么会突然现在打电话呢？哎呀。好好，想爸爸没？想了。想爸爸。爸爸，你看到我的照片了没？今天爸没时间看呢。爸现在当兵呢嘛。我们时间只有三分钟啊，女儿呢？让女儿给我说一下吧，说句话呗。爸爸，你在哪里？爸爸在部队当兵呢。你在家听妈妈话啊。你快回来吧。嗯，想爸爸了。你回来就别回来。嗯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就这样吧，时间到了。完了，我们也睡了啊。啊，你到时候给他娘谁打个电话啊，说一下。好好好，这样啊，来来。我看见你洗头好爽，我可以拿我的洗脚水洗头吗？你可以拿你的洗脚水洗个头。可以。好。哎，亲爱的同志们，我睡了啊。晚安。当兵第一天，我有了五位比我大得多的战友。我喜欢这个只比我大四岁的班长，他是我见过最帅的暖男，但是我最佩服的军人其实是我们的教官。训练场就是战场，这道理你知道不知道？我知道，他对我们狠都是为了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适应军人的身份。我想看到的是现在这个样子。他是那种你会放心拿命跟他上战场的军人。